是我们根本不应该，也许我们只是想不开，不能回头的路想得简单，爸爸妈妈快要疯掉了，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，也许有一天我会崩溃，但是没有了解过怎么决定我的未来是黑还是白，写一个故事来笑吧，这个梦想很奇怪，把自己当作是个英雄在崇拜，我说你尽管笑吧，就算现在很无奈，总有一天我会把故事写出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有点小差错。对，这就是他叫卡抓的原因。你刚唱那个爸爸妈妈快疯了，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啊。好，那继续从间奏开始，不好意思。有一天我会后悔，也许有一天我会崩溃，但是没有了解过怎么决定我的未来是黑还是白，写一个故事来笑吧，这个梦想很奇怪，把自己当作是个英雄在崇拜，我说你尽管笑吧，就算现在很无奈，总有一天我会把故事写出来，写一个故事来笑吧，这个梦想很奇怪，把自己当作是个英雄在崇拜，我说你尽管笑吧，就算现在很无奈，总有一天我会把故事写出来，总有一天我会把故事写出来。尖叫声，我是三张嘴，谢谢希望，谢谢嘉伟。我觉得非常不容易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